Baby Baby， 明天我要和王子约会，你快帮我看是选哪一套。其实我也是喜欢这一套嘞，因为和公主一样可爱，再配个性感的烈焰红唇，那她肯定逃不过我的五指山啦！哇哈哈哈哈哇哈哈哈！可是你有口臭，一定是这几天睡不好，发热气，所以才会有口臭。跟口臭说拜拜。第一次约会他会带我去哪里呢？一定是看场浪漫的电影，然后来场 romantic 的烛光晚餐。 What？ 户外野餐？暑热天最佳迅速清热降火的凉拌，再多的户外活动都 no problem。 酷热闹清热水，想热气 say no， 不要忘记还有酷燃的 O2 可迅速帮你补充养量哟。